在这粉丝为王的时代，如今明星们也是变着方法与粉丝贴近距离。11月27日，在生日的前一天，黄鸿升现身上海与粉丝们一起庆祝生日。一身帅气搭配的黄鸿升在粉丝的尖叫声中亮相，大跳热舞，一瞬间将现场气氛掀至最高潮。除了与粉丝们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外，黄鸿升还肩负了另一个使命，那就是宣传新专辑。不过说到新专辑，不知道是否是宣传需要，他与罗志祥的不和传闻再次被媒体扒出。当小编想要问清楚事情真相时，却因为想要给粉丝更多福利，当天小鬼并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，所以大家还是尽情的享受音乐吧。优酷全娱乐上海报道。